就是这样的。想变成你，从发型、眼睛，包括身体，我动动手指不用魔力，哎，一秒搞定。要变成你，或某个路人、伴侣、明星，先学个样板，发挥创意，耶，不可思议。Yeah，OK。如果我们不置换我造型，不有点复制坏的让它硬性，那管得像不像是一切交给演技，你知道这个世界本身并不那么公平、哎、怎样才帅让你充满期待，怎样才在面具底下涂满色彩，审美观叫我变得焦虑，还配偶听到去打着遗憾造句，男男女女唱不停跟着流行走，越看剧寂寞变得像小丑，这场有没有永久让人直说，既然没什么美丽是永远的，倒不如大胆证明我不同，输到就不再被操控， Baby you can make it too。 想变成你，从发型、眼睛，包括身体，我动动手指不用魔力、哎、一秒搞定。要变成你，我某个路人、伴侣、明星，是选自己的颜值打分、你会打多少分？我吗？我可能六分。你给自己打六分？嗯。你把上帝想象的太美好了，很多人真的就是有一种缺乏，另一种更缺乏。更缺乏。这种人真的鬼斧神工。这种人真的存在吗？当然存在了，我有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，回头介绍给你认识。我为什么又黑我朋友？我也没有。啊，你走在街上没有人搭讪吗？为什么？可能走得太快了。